把他给我看好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如果他说的不假，那么夫君真的是死于中毒。可是，刚才杜明为什么要借我之手杀害夫君？ 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去，查清真相。爷爷，三天之内我一定把孙媳妇给您带回来，您就先让夏博士给您手术吧。不行，人不带刀，我绝不手术。严总，老爷子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可千万别。 人呢？我让你看着的人呢？